不准看错。洗漱，你说小叫白痴啊？可怜啊！好像看得到我。他好像看不到我，应该是看不到。小赵看得到你。关你看得到。阿仔。不能接近他。好，等我抢过来用。暴风在中路擦眼睛。哦，你要玩多久啊？快的。很久。这年头都是学长在做事，对不对？哦，用小叮当哦！一现身，那个马上那个闪电球就，哦，对啊。哦，你们不是主播，好像。是。对哈。小叮当是干嘛？开大局打我小。他现在选谁？我操！啊？你不是很会抓尾刀？我都会开大局打我小。他在干嘛？为什么不来中路？叫他跳一跳啊！哦，你选谁？司马。司马，冲啊！冲不了了，对方有闪电球。马太是不是肥了？射箭好快哦！他是七级，马太是等级高，他装不大。我感觉马太买那个轻钢就蛮强。没有轻钢。一开始比较射超快，然后攻击又强。马抢过来用。杀关羽！杀关羽啦！不要跑啊！不快砍啊！你有飞镖？你有飞镖吗？我算了，不要追了，太危险，再过去就危险了。不行，追。
有吗？那个。